4月23号，那彰化县在我们八大分局区有八场非常棒的一个演出哦。那每一场次的这个特色都不一样，欢迎我们的乡亲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。这里面包括有明华园的歌仔戏，有这个爵士乐，还有我们的一些特技的一个表演，那还有非常多优秀的一个团队，包括还有2场次的一个民歌表演哦，那通通都不用门票，那欢迎我们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。那这个表演完了之后，后续我们还有一连串的儿童剧，那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让我们的艺文能够更加的活跃。我想在这边再次的谢谢艺会对于我们艺文的全力的支持，才能够让我们这两年来不断的把更好的团队带进来彰化，让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共襄盛举。其中里面有几个场次，它是6日的，欢迎大家来彰化吃美食、看表演，然后可以到我们的一些轻旅行的地方去走一走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满满的一个精神上面的收益。著名的景点，剑线300大放一场，碎啦！